好，小门打开，我们可以还有马军，然后排在比赛前面。四号马猛骏荣誉传奇领先半个马，第二位是黑色彩衣五号马一统江山在外栏，还可以看到六号马燕春风韵马匹开始过弯，然后第四位是二号马猛骏英雄，中间还有紫色彩衣的八号马燕春精英，后边还有九号马西域骑士，再往后边还有十二号马夺冠。在那本场比赛最后的，可以看到有这个燕春飞龙马匹在前面，可以看到两匹马斗得难分难解，那就是大热门四号马猛骏荣誉传奇在内栏，那旁边是十二号马夺冠，两匹马的差距非常小，在一个马位，还有匹马是赶来上来是五号马一统江山，现在守住内栏的还是四号马猛骏荣誉传奇，在这旁边是六号马燕春风云，最后的三百米我们看一下，还是猛骏荣誉传奇排在比赛前面，这就是还有匹马赶来上来红色彩衣一号马天翼鲲鹏在内栏，在外栏是五号马一统江山，还是两个马位领先在前，四号马猛骏荣誉传奇在外内栏，一号马天翼鲲鹏两匹马差距很小，现在排在比赛前面还是四号马猛骏荣誉传奇夺冠。